八个，那有廉价八个等级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EG 大国际》。欢迎嚟到呢个古歌仔嘅射击决战现场，大家可以见到我今集邀请咗好多国宝人马过嚟，一决高下。包括就有冬天嘅 Barry 同埋明慧老师，系，然之后就有超级嘅 Tim， 你好。仲有马嘅一位中华歌词库，冇啦，冇啦，今日唔用呢个袋啊嘛。仲有独立歌手，系咪？冇錯啦，佢近排仲出咗新歌啊！我驚中版權咧，就唔播太多啦。未聽嘅朋友咧，快啲去聽下。我問大家嘅成員，問邊個最勁咧？咧你自己嘅團隊入邊，我一問阿長，阿長就即刻對住你出嚟。哦，即係佢出埋啦。嚇，你唔係出埋？我唔係，唔係，因為友情特價金㗎。唔係派最勁嘅出嚟㗎。派最大嘅，純粹想好玩嘅啫。點試俾佢？你哋邊個最勁？Flavia。爭唔贏。爭唔贏嗰個。你係咪因為聽成頭水唔話？黐線。啊唔係。仲有一句冇喺我哋 channel 度見到一次嘅姜老師，今次佢會負責問問題嘅。好啊。簡單嘅玩法嚟嘅啫，咁一陣間姜老師咧就會朗誦出歌詞啦，咁然之後我哋就要鬥快去到中間呢一度搶呢一嚿嘢，撳著先可以答答案，好啊。如果唔撳啦，咁就咁答出嚟就唔計啊。我今次嘅懲罰咧成日十分之簡單啦，我哋只會有一個人贏嘅啫。咁其他輸嘅人咧，全部喺出邊嘅嗰嘅24小時入邊嘅頭像啊 ，I G 就會換做贏嘅嗰個人。因為上次啊，我同 Jason 同埋你咪拍過條片嘅，跟住華俊換咗做我樣，跟住佢臨被檢舉危機。所以就可以加工嘅，即係可以自己對嗰個頭像加工嘅。其實會唔會係揾緊嗰個贏咗嗰個人咧？係啊，我都唔知道。開始未啊，老師？我好緊張喎，老師。對我愛你，其餘唔係喎，係朗誦喎，朗誦咁。你係朗誦嘅，做乜嘢啊？真係朗誦師，朗誦師。我以為佢太好聽啦，我以為佢唱緊歌，以為真係首歌嚟。係啊，其餘心。什麼都不愛。哎呀！什麼都不愛。走。按住話就其實冇按住過㗎，我都冇出到去。我
也會再次心跳一千千次萬次。得意跳落去心跳。啊！我唔係啊！唔係啊！假啊！十二。十二啊！假出嚟。众星众神在那边拥吻，与他要八载修行，才得一秒动心。谁永远不倒，永远不改？难谂，跟我说不可能，我说你咁。有人零分啊！好多谢 Bella 嘅报分，比赛进行到一半啊，今条片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嗱，我 IG 有问过你哋噶，你哋话 OK 噶，你哋俾我分两集噶。战况系十分之激烈嘅，虽然阿蜜依家零分啊，但系下条片咧佢一开波就追咗三分啦。到底到最后边个先至唔使换头像咧？嗱，记得订阅我同埋咁多位嘅 YouTube channel、Facebook 同埋 IG。决赛片咧将会喺隔一条片就上噶，因为下一条片就系不准笑唱改歌词啊！大家期待下边个系嘉宾啦。讲翻呢个比赛先，大家觉得边个会赢咧？依家 team 咧就好似赤道咁重叠啦，点解？因为佢系大热，将车到重。